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英雄日常生活频道。这个礼拜呢，是我们的五四购提供赞助的桌游周。那礼拜一到礼拜五呢，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桌游，你们可以敬请期待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，不是啊，是这个，翻译一下，好像不用翻译哦，就人体模型。上面这牌是什么东西？恐怖怎样 ？Toki Toki Kurai。哈哈，抖机抖机就是紧张嘛，对。然后后面就是卡通，哈哈哈哈哇，汤塞，耶、oh, yeah ！好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孙熙的翻译，哈好，马上就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哎、欸，他这边还有那个哎、欸，大赏哎、欸，对，有拿到大奖哎、欸，哇塞，这个很有名哎、欸、啊、喔。好，我来看一下啊、喔。它的器官组合啦，所以我们要玩之前，它是把它吊在上面啊。对啊，我们要玩之前还要先把它组装完。哇的，来，先把东西先拿出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到底？好，够了，够了，够，好，够了，够了。好。快在上面。那他这个脸要先合起来吗？脸会弹出来的，所以脸要先放上去啊。哎呦，脸！所以等下失败那个脸会弹出来，直接打包那个。感觉好恐怖哦。OK。哦，他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东西可以给你加，好酷哦。玩过这个人一定会把我们呛爆，你说看没玩过。他是真的没玩过哦。电池啊，电池。它是要几颗 ？Three。一颗电池，一个是 easy。哦，哎，有困难跟简单哎，那我们当然玩困难啊，直接开困难啊。直接困难啊，哦，我们这个，所以这个是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轮流剪刀石头布猜出那个顺序之后呢，轮流抽卡，然后再把它的部位给放上去它的身体上面。桌游模式 ，Go！ 好了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所以你是第一个嘛？第一个嘛，好，剪刀石头布，第二个，好。啊，这样子，哎、欸，皮有皮有皮，抽牌，抽牌。热骨，对，这个。是吗？还要把它拿掉吗？在后面玩的是要把它拿掉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喂。好，第二个说啊，怎么突然觉得压力超大了？对啊，这是脚，好，完蛋了，我觉得我就是会中奖的那个，是什么？有一只脚，好难看哦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你怎么没吓到啊？我有防御心理。是什么？中间。对，中间那个很难呢。红色的。心脏。哦，这是三颗星的呢。这难易度是三呢。哇塞！这是要装哪里啊？好难哦。中间那一个哎，这中间在肋骨中间里面那个。所以还要把它拿掉才能放啊。它是不是达到一定重量它就会弹掉？我觉得游戏好像是这样。还是震动度啊？哦。哦哟，好嘞，来下一位，抽牌，什么？手，简单的，我是外面的，这是简单级的，那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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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间啊，最中间。我这样子要怎么装啊？看都很困难的。让我转过来。没事没事，我是技术高超哎。这么近，等一下真的会吓到。我等下会把脸喷死哎。意外的，他还蛮冷静的。哈哈哈掉光了啦！哎，上一个没有装好哦。好酷哎。
停一下。停屁呀、喔！行，好，我先装。快，那个先装啊。对对对，不然这样子永远进不到下一关了、啊。对啊。快没耐心了。快没耐心了。哦。好湿。好嘞，他那是警戒状态，是不是？下一位，肝脏。好，难易度3呢。完蛋喽，要先把你的那个拿下来哦。要先把肋骨拿下来，没事，放那个肋骨哦。还是掉了。我离远点，慢点再弹。哇！哎，这怎么吓到我的妈？我离那么远还是吓到。好，我们现在更换我们的镜头，再来挑战第二次。剪刀石头布顺序换一下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最后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布布。好的。出牌。是最下面那个黄黄的。好，就这样子而已啊。这样子。下一位。心脏。63颗星。好，换我。出牌。是什么？是这个肝脏。好的，以上呢就是这一次的桌游周的礼拜一的人体模型，是吗？哎，人体模型的桌游啊。那如果想要购买这款人体模型的话呢，链接我会附在我们的说明栏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。那今天就是这样子啊。那今天来一起玩的有汪汪跟孙熙，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喽。See you. See you.